来吧，第一个问题。您是八十以上还是八十以下？不是，你为什么每次都问这个问题啊？因为我料定我妈跟我爸来了，我今天一天联系不上她很异常。如果你们要是通知她，说你不用来，但是你别接电话，那你就太高了，你就玩得太深了，你知道？哎呀妈呀，你这就工作做得也就太全面了。他说我是90后，80岁以下。哎，你太客气了，我要是你我就说你才80岁以上呢。我妈说她自己是90后也正常啊，对不对？那她为什么要加一个80以下呢？我爸，哎不对，我爸是90以下呀。你房间里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？哎，不止一个人。不用猜了，我妈。第三个问题。第三个问题。你爱跳舞吗？您每天上午都去跳舞吗？非常喜欢跳舞。就是我妈来了。第四个问题。我们在一起生活过吗？哎呀妈呀，这出来以后你觉得呢？哎呀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你们俩有4个孩子吗？哎，你们家是4个孩子是吧？嗯。啊、哦，你有一个姐，一弟一妹啊、哦，有。这第几个问题了？最后一个了。没有，不能再问了。不能了。就我爸我妈。让我们拭目以待，2号房间中到底是不是叔叔阿姨呢？5、4、3、2、1，请帮我打开2号房间。你看谁来了？答错了！掌声有请海燕儿。其实我哪个问题都回答对了，一点没忽悠他。你哪儿他们4个孩子呀？你哪儿干儿子干闺女有的是，不止四个。他没说亲生的呀，他要说啥便宜都占呢。他要说你。对吧？干嘛呀？我特别想知道，2018年好像你没太瘦啊。我是没吗？我就是瘦不少，我就是。你这瘦，天天说要减肥哪儿的呀？哎呀。
我这不是，我看他胖了，配合一下。啊，配合啊。那你这体重那个什么保密吗？不保密吗？154。你150多斤呢？我现在瘦了，我最胖是189呢。我的天哪！我从来，我第一不瞒年龄，第二不瞒体重，有什么必要啊？咱是那个实力派，咱不是偶像派。嗯，咱又不拼漂亮，又不拼年龄，不拼身材。瘦什么呀？像那，我跟你说，我就看那帮就是演员那些小孩们减肥，哎呦，我都可怜的。嗯，瘦的吧，就那俩腿呀、啊，烧一壶水都不够使。不是说你啊，你还行，还有肉，见着那肉不敢吃，馋的流哈喇子。你说你何必呢？图什么呀？我是就捡那肥的吃。嗯，越胖越好，我就喜欢胖，谁也别让我减肥。这辈子从来没吃过减肥药。嗯，也从来没减过肥。哎，但你觉得你好漂亮吗？当然漂亮，最美。第一性格好啊，对。第二啥都会，就是女人所有的优点都在我身上。你，而且老爷们儿有的优点我都有。比如说仗义，对点随我们老王，对吧？热心肠，爱帮助人，随老王，打抱不平，随老王。反正所有的老爷们儿好的，就他身上有的我有，女人身上好的我有。你说这怎么弄啊？你说这完美呀、啊，太完美了。所以有些人就害怕呀，怕比过他呀。对呀，在家里比他高一等，男人都这样，就怨女人小鸟依人。哎呀，他怕。哎呦，老鼠。老鼠不怕，我怕。哎，那你要见老鼠怎么办？弄他。这。哎呦喂！所以我这人吧，哈，什么事儿都不用别人。不是你这春节你自己会包饺子吗？别说，哎呦，你还不了解我，还会包饺子吗？今儿晚上我还回去呢，我做那个枣糕，枣发糕。不是亲爱的，什么都会做。你昨天咱都这样了还发糕呢？前天我做的烤羊排，哎呦那好吃哦，哎呦真香。前天我把他、您现在就是虽然咱俩那个感情已经这个，但是你上我们家吃饭，你想吃啥我给你做啥，没问题是吧？一点问题。而且我告诉你，陪你喝着，我们那位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没有，就是你绝对不轰你，就他对我没有这个戒心吧？敢我就弄他，不可能。你怎么敢对老鼠？对呀，老鼠弄这人也弄。朋友得好酒招待着啊、知道吗？这又不是什么前任，根本就没有过。你要说这个前任呐、什么初恋呀、可能人家心里别扭、啥也没有，啥也不是，就是一朋友。你干嘛呀？就差点儿，差点儿都没差点儿，一点儿都没差上，根本就没戏。他就从内心就没瞧上我。不是，他好像是现在对人生好像失去了兴趣啊。就对了，就说明你不了解你不了解我。怎么的？我从内心真的还是挺喜欢你的，就是你内秀、就是你，那你不是活该吗？你不是说出来，老是弄这马后炮。不是，我唯一的。但我跟你说，我这人了解王老师，你们别看王文念老师是这种的，就平时什么的，他要真碰一个就是他比较喜欢的人，他首先第一反应是脸红，这是我见到他的啊，脸红。第二反应就结巴，就半天不知道他说什么呢。然后第三反应呢，就是献殷勤，各种给啊，这，然后就不知道干嘛。他就是那种人，他说不出来的傻啊。我曾经说过，做节目我说过，爱一个人，喜欢一个人，一定要让他知道。哪怕是撞墙上了，一头血，也得告诉他我爱你，我喜欢你，不成就不成了。要不然就像某些人是后悔呀，对呀，嘴上虽然不说，他后老悔了，是吧？有些人，你看见没有？真的。那你现在这幸福生活了，你这男朋友跟你经常说喜欢你吗？其实这个俩人在一块儿用不着这些挂嘴边上，咱都这岁数了，也不是说像小孩那种浪漫。但是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，你确实是单身吧？对呀、那个时候，对呀。如果那时候王文念老师要好好表达，确实有可能吧？那就没别人了。你真没别人了，人世间最美的一个女子啊！所以说我还是劝你，以后啊，再碰着那个70岁以下、50岁以上的喜欢人，就说，别搁心里边。因为我这个刚才凯丽说了，说再不找不着了。你能找着，就这点我跟凯丽姐不一样，你绝对能找着。你80也能找着。你这好，我跟你说，你甭管80，你100岁都能找着。真的，我告诉你，就您这身材、这体格子、这长相、这人品、这仗义，找不着不可能，就是找的没有我好，肯定是。
找是找，但是跟我比肯定不如我好。我也是告诉就是下边喜欢他喜欢老王的人使劲追他，嗯，我撤，我不跟着捣乱了，我是给你们一条路让你追王导，我来是这意思，明白吗？要不有老好些人嘛，现在还不知道内情的还说呢，说哎呦海燕喜欢王维念，哎呦他俩合适，王维念肯定喜欢他，人家都有顾虑。现在我郑重告诉大伙儿啊，我不追他了，随你们。你现在就不可能了，那就当给他份子就完了呗。以前是这红包留着娶我自己的，你说我容易吗？太不容易了。你说我容易吗？哎呀，太可爱了。哎呀，海燕呀，海燕，那真的，我必须要说一声，我爱死你了。你说晚了，王老师。没事，这种爱也行，也行。对，哎，大过年的啊，你俩给大家演个节目吧，唱首歌吧。好，行。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湖水青山带笑颜，顺手折下花一朵，我与娘子带发俩永远配合那么默契，从来没排过，上来就干。对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们俩呀，他是王老师确实不知道海燕来，王老师还跟我提过，他说录我那期叫海燕来呗，人又好又热闹，他觉得你特别好。然后我说海燕啊，我都给推了，因为之前我们请他来给另外一个老师当嘉宾，我说我都给推了。他说那你再叫他一下呗，我说海燕已经安排别的事儿了，他没问你啊？对，没有，没往这想。你说你就这么说吧。您的节目不管是不是你的专场，还是您什么节目，只要我有空我能不来。对，而且今天从来没拒绝过。今天是你的主场吗？主场。我不来能行吗？那不行。对呀，那你不来。而且当时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当时录早场，海燕家住得特别远，
要如果他要来早上第一个出的话，他就需要6点钟就得起床，7点钟就得出门。他竟然跟我们编导说，这样吧，你在那个棚附近给我随便开个酒店，我在那儿住，我就准点改过去。其实我都找好了200来块钱，我那不行，快捷酒店，我说没事儿，只要睡一宿觉就完了。那怎么能行？我跟他们说，我说那不行。其实我现在还不舒服，昨儿我还发烧呢，我这是带病来的。看看这感情，有我们老忙，甭管哪儿，我都能回来。你看看，其实我也要说一句啊，特别感谢海燕儿。我在6、7年前呢录节目认识海燕儿，从那之后我们真的是特别好的朋友。日常生活中，我有时候看着他在别的台做一些节目，我都给他点赞，我说亲爱的，哎呦，看到你什么什么特别高兴。我也一直特别关心他的个人生活，听说他后来2018年啊，这个喜结良缘，特别为他高兴。我觉得真的是找到了一个他特别爱的人，然后我也真的挺为王维念老师伤心的，为他遗憾。为他遗憾啊，他能找着更好的，但是就不如我们。对，我其实真的是为海燕高兴，因为这个应该是叫妹夫了。嗯，我是见过很多次，人特别特别稳当，对，人特别特别讲究，特别特别舒服。我觉得海燕需要这样一个情感，对，来呵护他，跟他慢慢的度过自己的后半生。真的是为海燕高兴的同时呢，也希望未来我们的这种感情永远像现在这样，就像一家人一样。绝对是我们永远是一家人，已经永远是一家人，永远分不开。是，就虽然不是那种那啥哈，不是一家人，更是一家人。现在你就你的爸爸妈妈就是我的爸爸妈妈，咱爸咱妈就是咱爸。这就是、你就是我亲哥。就亲哥，你就是我亲妹。我们俩这长相，你要说姨妈姨爸生的，你有人不信吗？是对，太像了，就像双胞胎，真像是长脚的，真像双胞胎，真的，我们俩太像了，所以。老爸老妈我们见过面也特好，也特喜欢我。你后边有没有发现一老头老太太在里边？你给我透个底儿。就是我那个，我今天一天联系不上我爸妈。曾经的婆婆公公，曾经的啊，对，说不是在他们心里你就是那个儿媳妇。肯定是准儿媳妇。那这我也对不起我这婆婆公公，真的，要有我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拍戏了，我就在家伺候婆婆公公。真的，拍什么戏呀？你有没有看见他们的背影？我告诉你哈，真没看见。王老师，不，他怎么就能猜那背边？就是我在那儿，他怎么能猜就是他妈呢？我就我哪点像？你说，就死活就认准了后边这就是我妈。我在那看的，我知道。我说你会跳舞，你就说。我肯定，我爱跳舞啊！我跳了5年。不是，等会儿，你这情况会跳舞？我从1年级到5年级，但是从小啊学民族舞，瞧我这些小动作。掀起了你的盖头来，让我来看看你的美。你的那礼貌那细又长，没点功底儿能跳得这么好？你的那礼貌那细又长，好像那树上的蔓延。要不是发胖，我现在说不定在哪个国际舞台上跳芭蕾呢。哎呦我的天哪，真的，亲爱的。所以说他问的哪个问题，我说的都就不是说转着圈忽悠他。你好好问问题，就刚才问就我是你妈那些问题你都问完了。你再问别的你好好想想，对，没准还真能猜。不是，我早上想着我可以把每一个问题问的精致讲究严谨科学到位，我想的是这样，结果这个几场录下来，我现在脑子是糊涂的。是因为这样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录过6位嘉宾了，他猜对了2个，猜错了4个。但是王维念老师，我希望你最后能够猜对啊，亲爱的，谢谢你来我们的节目，给你拜年啊，给你拜年，祝你新年快乐，祝所有我的好朋友们，祝你们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每天开开心心，别减肥。